今天和乐哥、一姐、海洋哥、一凡，还有金总一起聊天啊，今天特别荣幸啊。我还是那个问题啊，就是你每天要上班，然后每天要拍十几分钟的视频，每天要直播，还有一群朋友天天要一起玩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时间嘛，不都是挤出来的嘛，是吧？你一天睡几？精神小伙真精神，也不是浪得虚名啊。可能确实会很累，但是这个东西你想做的话，哎，谢谢，嗯，谢谢。我感觉我还我还是蛮有动力的啊。有但是你有这方面天赋啊，你皮肤特别好，一点这个熬夜的那一种都看不出来。那相比较两年前，那肯定就是几点了，差了很多，以前更好。啊，你一天睡几个小时？四到五个小时。我特别羡慕你，我每次碰到我都特别羡慕，每天就拍自己，又能拍十几分钟、一二十分钟，还能拍得那么精彩。哎，怎么说呢，其实我感觉我这个视频为什么就是好多人就是喜欢看啊。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其实拍别人的话确实素材会很多，在一块乐趣也会很多。 对但是总有一天也有可能会分开的时候，因为始终自己是在的呀，别人可能是没有时间就来不了了。所以我的视频当中比较凸显我的个人性格色彩。对主要是看你的视频很欢乐。对，一进去，哎，就感觉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一种感觉，啊，打了鸡血一样。就是现在我拍视频啊，我很多时候都不想对着自己，但是不对着自己啊又不行，有时候，就是有没有什么给我建议之类的？对着自己是吧？不是，就是我的视频呢，就是我有没有什么建议？什么建议？哎呦，我哪敢给你啥建议？没有，这个是实话。我认为这个东西，反正其实保安哥做的视频做的一直也挺好的，我也看过的。就是怎么讲呢？可能，哎呦，这个东西我也不好说，因为你是我的前辈。我说句实话，不，那个不是说前，只是我比你早做而已，但是你比我确实做的好很多很多。对不对？就是可能我的这个视频啊，走的这个路线啊，就是挺稍微有点那么高端，往高端上面靠。对，这个，所以很多大多数人可能就是没有体验过，他看一个有一个新奇感，对吧？对，可能我感觉可能是这样。对，我也现在就感觉到了，不是说现在，我感觉我瓶颈都一两年了，一直就是在咬牙坚持。这种加油吧。加油。好，谢谢金总啊。反正这几天大家一起多向你请教请教，交流交流，好吧，我们相互学习一下，交流一下。好嘞。好